啊，那位后面的先生，我想知道你们现在，他问的是关于碎片的问题。这个记者站在比较后面的地方。嗯，他问的是对碎片的搜寻、分析以及相关，作为证据来印证此次他们相关结论的问题。正如我早些时候所说到的，我们现在呢正在南部航道进行相关的搜索。我推测，我们现在呢应该会在南部的航路当中找到一些潜在的可能的碎片。那么我想这些碎片应该会对我们核实航机的身份有着比较大的帮助，但我们现在还有赖于调查的进一步进行。嗯，那位好，谢谢。